可以的，在福州要住一晚，过境住宿的旅店，花新台币802元，看看里面的设施有哪些。基本上这间房间呢，我们要求就是两张床，那提供了2瓶免费的水，旁边的饮料是要付费的。另外从这边最大的优点就是外面吃的很多。那我们看一下卫浴，很简单的一间房间。花费新台币802元，值不值得？见仁见智。